你好，星期六周深录制路透出炉，身穿灰色牛仔夹克搭配纯黑色背心，非常帅气啊。只见周深手上那的手机依然是 IQOO 手机，是非常敬业的品牌代言人。奔跑吧十一导播视角观看周深演唱你曾是少年，这些都是新瓜，所以之前有生米担心有青黄不接的情况导致的相思病，现在看来不存在了，基本每天都有新瓜，只是每天新瓜的多少不一样而已。